夏天来的人更多，因为在冷气房，所以他们哎盖上这种毛毯哦，就是真的就是冬暖夏凉。这个可以铺一下，对啊，等一下这个可以铺一下，铺在床上面，这个弄弄起来的。还有抱枕也是。所以非常对。拍一下。那这是他这个床的结构，剖面图。我看那个有介绍过。好，介绍过了。你看他刚刚叫我躺一下，